错过的女王狗哦，所以不好错过，一定要有约购票啊！爸爸妈妈，当然不单是爸爸妈妈，还有就是像我二十多岁、三十多岁、四十多岁的都能够听邓丽君吗？对不对哈？因为邓丽君的歌曲真的是非常老少咸宜，三岁到八十岁都能听，都会唱啊！要是你说不会唱的话，我真的还有点好奇啊！真的。所以呢，真的不要错过我们2017年10月14日云布金加六朗阿拉姆的这一场演唱会。真的购票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参考这一个购票热线以及海报上的购票热线啊。所以呢，请各位来宾们一定要踊跃购票，因为当天的这一个长达90分钟的演唱会当中呢，拉姆不单只是会 为我们带来邓丽君的歌曲，而且还有其他艺人的歌曲。对对，是吗？对对，而且呢，当时的这一个表演呢，也会比现场伴奏，所以呢，那一个气氛一定非常非常的棒啊！真的是好像会把我们带回到邓丽君的那一个年代，对，是吗？是的，那拉姆还有什么话想说呢？就是希望我们10月14号就是满座吧，希望是满座就。拉姆呢真的很希望能够在10月14日都见到你们啊，而且呢你看还有就是马来西亚站是我全球巡演的第4站，第一站呢已经在香港开过了，然后第二站会在新西兰，第三站会在新加坡，然后第4站就在马来西亚，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来支持我，谢谢。是的，一定要支持哦！中国好声音的学员真的不是每一天都能看得见。是的，好，那我们谢谢拉姆。是的，各位来宾，请不要错过哦！啊，拉姆。是的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将会进行的是拉姆的签名环节哦。那么想要得到拉姆的签名的各位歌迷。粉丝们，请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是的，想要得到拉姆的签名的各位粉丝们呢，你们可以到台上来啊，可是一定要守秩序哦。而且大家都听见，拉姆不单只是声线非常酷似邓丽君，连他的一举一动都非常的酷似邓丽君啊，所以气。